入行至今已经超过20年的傅嘉莉 Kelly 入围万千星辉颁奖典礼2023最佳女配角同飞跃进步女艺员，可惜最终空手而回。在颁奖礼之后， Kelly 在网上写话：沉淀、修正、再重新出发，衷心感谢所有支持和投票给她的人。 Kelly 还坦言话当晚不开心，她说那日的整体造型她不太满意，力求完美的她为了今次的颁奖典礼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和心思在造型的细节上。不过他又有多谢婚纱赞助和发型师，不知道是不是不满意当日的妆容了。